奇怪，为什么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？小孩子可真难懂。希儿，来了，今天的主要任务。呀，天哪，姐姐大人呢？布罗尼亚刚才突然被爱因斯坦博士叫走了，说让我们两个去，不要等他了。好机会，趁姐姐大人不在，就让我在今天打乱你们咖啡店的无限连锁。只要我能坚定地回绝明天的邀约，你们就错过了继续约去咖啡店的时点。就这么做。好呀好呀，那我们快去吧。嘿嘿，我要大份芒果千层蛋糕配香草和巧克力的双球冰激凌。天哪，每天吃这么多甜食不太好吧？要不然我们以后就不要。哎啊，我知道了，希儿，你是在担心我和蛀牙吧？你放心，我每天刷牙刷得可认真了。不是我，看来得换个方法。这个咖啡店离盐湖基地很远吧？每天都这么跑来跑去挺麻烦的，要不我们以后就……是啊，真的好远。我上次也跟布拉尼亚这么抱怨来着，然后布拉尼亚说因为这家店里的蛋糕好吃，所以再远也值得。他还说这是他吃过第二好吃的蛋糕，仅次于希尔亲手做给他的。啊，难道说希尔，你的意思是以后不跑这么远了，你亲手做给我们吃？什么？你是怎么理解成……希尔真的好温柔，不过这样太麻烦你了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们还是继续来这里就好。这是什么量子级理解力？看来太间接的说法都行不通，不如我干脆一点，直接断了这条路。天哪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什么？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甜食，我喜欢吃辣，超辣的那种，所以我们以后就不要。希尔，又怎么了？你是说你其实根本不喜欢吃甜食？是啊。希尔，我好感动啊！你不喜欢吃甜食还愿意天天陪着我和布罗尼亚来，果然希尔温柔又善解人意，我真是完全比不过希尔呢。不过幸好你告诉了我，我一定也要努力向希尔学习，成为善解人意的人。